黄厂雄跟他夫人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往前哈。哦，你们如果要拍照或什么，就不要逗留太久。好，啊，小心哦，这边哦，就有人居住的话哦，就不要拍了哦，没有征求那个屋主的同意就不要拍照。哦，第一家这一家哈，第一家是就是黄厂雄的故居，第一家。